早安，我是美乐。然后我们今天的拍摄地点是在家里，因为我们要开箱一个新东西，就是这个训练台。因为阿丹最近的计划就是要挑战50330，是吗？所以这个计划呢，一开始我们就先准备了功率计，然后准备了心跳带，然后我们还去骑了一次武岭，看一下武岭的数据是怎么样子。接下来我们会用训练台去做训练，我们会透过一个科学数据化一个训练呢，来试试看看有没有办法达到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有点挑战的一个成绩。开箱我们的训练台吧。对 ，OK， 好，训练台。有小东西，这也要打开。其实我最近有一个感觉，觉得训练台是个还蛮好，就是有效率训练的一个方式。你是说武林的部分吗？对。是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啊，不是太热，然后就是下雨。你这个礼拜都没有骑到车，对不对？我已经是三四个礼拜没骑到车了。然后不然的话，就是要好早起床。对，然后如果说有训练台在家里的话，就真的是可以睡到想醒来的时间起来，然后就开始开着冷气这样子就可以。你看它上面有飞轮哎，真的，它这边搭配了11速的飞轮，所以其实要拆装的话蛮方便，因为后轮直接拆掉就可以装上去了。然后它这个最轻是到28T 的，然后它这个还有附这个脚座，可以放在地上的。这个电器饮料来了。现在在组装。这一个142、148跟这边有一个，这两个这种环，主要是要对应不同的框煞跟碟刹车它的轮轴之间的这个间隙，所以你要依照你的车子的款式，然后你要去改变这个这边间隙。像我们的这个的话，就用130，刚好就可以把脚踏车装上去。所以每一台都是用不一样的这个。碟刹车的话就有142跟148两种不同的规格。来去做对应。刚刚好像有快拆吧，这样最大，这样最大。那个飞轮螺用小的。看看我的饮料来了没？那我们现在接了一个小电脑，我们要连电视。对。然后我们下载了这个 Ruby。我们就是把脚踏车放在电视前面，然后连接一台小电脑。我们就把小电脑，然后连着家里的电视，然后灌 Ruby 这样。好，那我们下载好了这个 Ruby， 然后把它点开。在这边就是要做海苔的这个校正哦。这个 App 是不是？对。哦，好，请你做开始踩踏这样。那阿丹上去踩吧。就是要的踩好了啊。去做校正吧。大家看手速度多少？有，你看嘛。有吗？真的。17、20，酷哦。好，我们现在把车子然后心跳跟踏频都设定好了之后呢，我们要来测一下各位的 FTP， 各位大神的 FTP。 这个要骑24分钟。对，24 30分钟。那要测40分钟的啊，太久了吧，真太久了。24啊，那谁先？德宇先。你啦。不要啦，你先啦。那我要换裤子。哎，快点啦。对啊，好啦，那我先。先还是你先？大家应该比较想知道美乐知道我们三个男的干嘛。我不要，你们先。你的目标是多少？那女生就250啊。不是300吗？你怎么250？好了，250啊。250啊。我目标应该是要265哎，我记得我那时候算出来。250啊。好，250。开始了。这里是暖身，刚刚暖身结束了，现在开始测喽。我等一下要设定你的目标，要很努力的踩，对不对？一直踩，一直踩。不能太努力踩。哦，不能太努力踩。我靠，超热嘞！上坡了。说好的薰衣草田呢？没有。这里。哎呀，我不行了。对，有点压力了。起不动了，起不动。我写120。
太可怕了吧？像250那么超重，代表他250要一直上去是？250很重哎、欸，有汗。第一次250却都失败，还是先设定个180。先设定个150。我决定我设定120。20分钟。雨善加油，还有16分钟啊！出来了。太累了。太累了。要离开了吗？还活着吗？你上头帮你报警。别，重来。我休息一下。好。哦天啊，谁说要这250了？下一位。下一位。要的还是药水？应该还可以。好，那就这样吧。你先踩上去啊。好，开始。哦，所以它这个测 FTP 的方式呢，就是把 target 给设好，你设200，它就让你出100%力的时候呢，就是200瓦。又不知道自己比如说，像我现在觉得太轻了，我下次可能设200。哦。但是你这太轻了，是以你这个重量要踩到20分钟后，哎。对啊。哎、欸，耀德完全有200瓦实力耶。有，快要超过了。目标瓦数就会在180瓦加20%的那个瓦数里面，再去掉89。那你如果觉得不够的话，这边有一个加减，可以再调整。开个电扇来吹吹。需要把你破风吗？要的。要到前面是不是？哇，风来了，风吹过来了。我们现在就是呈现一个吃瓜群众，然后看这个人在踩的一个时间。加油加油加油 ，Go Go！ 看人家踩得很好玩哎，我等下就不用上去了。我来看一下这里的机器，被耀德300瓦这样踩下去会不会热？现在还好，没有到太热。对啊，没有到很热 ，OK 啊。反正人家里都有训练，因为这样就不会受到天气的因素，然后影响练习。像你这种这么爱睡觉的人，怎么可能早起？像我们高手朋友，就是家里都有一个训练。他真的骑太久，这个20分钟感觉很久。20分钟是最低的选择，还有30跟40，还有一个小时。这20分钟感觉很痛苦。你是怎样老鼠是不是？在吃东西。看看我们这个快要测完了，要得。好可怕、哦！好可怕！好累的感觉。吃瓜群众。很好玩哎！骑完了，怎么样？怎么样？脚都软了。你说什么？比骑猫空还累吗？有没有觉得骑比骑猫空还久的感觉？对不对？有，猫空可以偷懒一下，可以软烂一下，这个软烂不下来。不想面对的人出去了，好可怕的感觉哦！还笑，下一个就轮你。我可以骑一般的正常山路就好了。不行啊，你也要测瓦数啊。好了，第三位。我看你等一下就100瓦，60，好，你60瓦开始啊，你慢慢往上加哈。好，再80。如果你屋里今天想要330的话，我觉得可能可以比较接近四吧。以你的体重，如果60公斤的话，你可能就要240瓦，当做 PP 这样。然后哇，我还有一段，要慢慢把肌耐力时间拉长。那也就有一个人还在吃，又吃又喝。先补给一下，等下换我。好爽，可以用80瓦。你看，我来上去。那你帮我用80，可以耶，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脚也有没有伸直？踩到你卡80，你可以做卡到。怎么那么重？80会太100啦。80啊，先100，它可以上可以下啦，都可以啦。应该直接高一点啦。对啊，那可以上可以下。好了，走吧。就要再多加一点，一点点。瓦数。我们现在把美乐的瓦数加到120，看一下感觉如何？请说说看你的感想。要维持。咚咚。维持比较难。嗯。
104瓦。New FTP 应该是105吧？对啊，应该是105哎。对。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数字的话呢，你就再把它往上踩喽。其实就是你没有努力踩。他都算得出来。对你刚刚，你刚很明显啊，跟我们的反应不太一样啊。可以。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这个数字的话，你就下一次再努力吧。好，下一位。好了，我测完了。好累。对。我觉得重点不是踩很累，是要维持20分钟，非常的累。好热。哎，那谁又给我设180？你不就是180？那现在就换阿丹了，开始。阿丹设定多少？先设定186。好。如何？几分钟了？不起来了，不起来了，不帅。161，为什么我没有这个画面呢？对，你没有这个画面，怎么回事？哪里是161？我是100，我是100。所以就叫你不要太软烂。对啊，你就软烂期。对啊，大家都看得出来你软烂期。我说还有。要怎样？要怎样？那就下一次再测一次啊。好，来用一下 CD 的五岭配速器来看一下我们这样子的 FTP 下来是多少。我先看我的好了。好，你看你的。我是160，然后体重63，车重8公斤。我这样是5小时28分。好久啊。那我来看一下美乐的，大家应该比较期待美乐的。你瓦数多少？一百吧。105，他刚刚。好，105，体重呢？40。车重八，你是八，对的，你是5小时43分。你说你刚刚要加油啊！我是5小时30嘛之类的。好，最后我们就骑在旁边，一样做。因为一开始这个没有太不会太硬，那我好，那我们刚刚我们的教练朋友已经把我们需要训练的课表已经汇入到我们的 intervals 了。那我们就会踩2-3周之后再看看会不会再调整我们的课表。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会用这台机器，然后搭配我们的脚踏车，然后搭配 intervals， 然后搭配 Ruby， 然后去踩我们的一个课表。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踩下来的结果怎么样。好。嗯，感觉是个不容易的课表。对。但是这台机器呢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在家里踩是很方便，因为就是完全不用换衣服就可以，你一起床马上要踩就可以了，是非常方便非常有效率的训练方式。可是我觉得当然还是外骑是比较好玩，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不一样。那如果真的是要非常有进步的话，我觉得是在家里踩是很有效率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有更多其他关于我们这次训练的影片，希望呢这些影片呢可以帮助到更多像我们一样想要慢慢进步的车友，那也期待我们这次训练之后的成果。好，那我们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咯。那喜欢我们的影片麻烦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那再记得关注我们的影片哦，拜拜。